县自己的为师做宋正峰以及研考调查。陈崇文多次护航台志光，就连市警局自砍预算，陈崇文都有意见，要求将警察局送正峰处理，完全不给蒋万安面子。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掌握，在跟蒋万安当面杠上之后，陈崇文再出招，把局处首长叫到办公室，几个局的不会啊，然后甚至是局长层级都叫他办公室，就扬言说我要每个局可能都要砍一笔预算，说这个是跟蒋万安的梁子啊，是议员跟蒋万安之间的梁子。明明警察局监视器系统争议是警政卫生委员会，但陈崇文利用自己所属的教育委员会频频挡预算，之前是透露这是陈崇文和蒋万安隔空叫板的手段之一，疑似为了报台志光的仇，不止私下要求教育委员会各局处删减3000到5000万预算，还未明说改进条件，而台面上动作也不少。这笔我赞跟陈崇文一言，在我们审预算之前有提了一个清单到委员会来，会暂搁了。这个因为我前面已经暂搁的，已经搁了很多了啦，没有这个就让他过了。那你们赶快去膜拜陈崇文议员。陈崇文搁置预算动作，就连绿营议员都忍不住反讽。是蛮明显的，就是其实是他局处开刀，然后对普及示威的感觉。陈崇文议员呢，在教育委员会呢，也对教育局的预算相当的关注。陈议员的所知以及审查预算是否跟案情有连结，我认为还必须要检调来做厘清。尽管监督就是议员职责，但其中是否因为牵涉自己利益而滥用议员职权被打上问号，随着相关事件被揭露，也有待检调爬树厘清。三十黄晨博场台北怎么的？